你咋把天小的没有听到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平时在楼上的时候。爸爸，今天第一次听到你咳嗽哎。我在楼上已经咳了。那句话你在楼上没听到？好像一天看到，
价升高，然后造成通膨变严重，然后通膨变严重之后，为了挡通膨又要升息，升息又造成经济衰退，它这个关系的恶性循环。还好这样，你要把之前还有那龙眼吃完，然后里面那杯你们也可以喝。我这边，有养不干人是吗？那你先吐一半出来，吐完碗里面，你先吐一半出来，让你慢慢养，慢慢养就好了。好，让你慢慢养，慢慢养就好了。好。那谁爸爸呢？谁爸爸？我还没有吃到。Hello。你赶快把这张贴了。
日本吃完，然后里面还可以，还是有下酒杯吗？
这个也是这样吧。你想换吗？你想换吗？那歪歪把把剩下吃掉了，吃掉了，我要去洗澡。什么歪歪？那歪歪把剩下吃掉了，吃掉了，我要去洗澡。什么歪歪？你说呢？Yeah.